你同小倩一个是人，一个是鬼。人间已过三十年，光影中他们风采依然。啊，那幅画，画里面的人就是我。每个农历七月带给你无可取代的张国荣和王祖贤中元节特别电影，八月二十号星期日夜晚九点，倩女幽魂。八月二十七号星期日夜晚九点三十分，倩女幽魂二人间道。八度空间，风华绝代上映。